出什么？出这个前面几个空白。那它跟那个什么列号的关系哈，刚好就是什么？哎，刚好用13去减，就是前面12个的话，那如果我减掉，如果它一个的话，那它就12个，所以它当它为一的时候，有没有？那它就是12嘛，对，就两个加起来一定是13就对了哈。所以呢，要怎么做比较简单哦？当然这个地方我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哈。这边的话 ，h 啊，一样跑 for i 等于1到，就是1到13就到14啊。然后我先怎么？先 print 什么 ？h 我先 print 那个空白。那空白如果说看起来看不清楚，你可以用加减乘，反正就是先有一个东西让它看到哈。然后呢，输出乘几个？乘总共是用13去减， 13减掉什么？减掉 i， 13减掉 i 一个啊。这边可能要刮胡一下。因为要先怎么？先减完之后再乘，好，然后直接输出看一下，这样应该直接执行哦。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就会有反向的这个效果，有没有？这边应该是12个、11个，好，一直到1个啊。所以后面的话我再补上什么？补上星号在这边的话，哎，这样就 OK。所以后面的话我可以再 print 什么 ？print 那个星号，那个星号的话就是。星号部分的话，就照刚刚的，就是，乘上 i 一个，好，那如果它当成一啊，这边后面就补一颗星啊，这边就乘上2就补两个、三个，刚好它就补在这边 ，OK。不过呢，你如果现在执行的话，应该要乱掉了，为什么？因为它变成要换行，好几个换，所以这边的换行可能要拿掉，因为这边会变两个换行，所以变成先输出不要换行，所以这边。不要换行的话，就是这边加一个 END， 等于没有，哎，没有换行哦，把这颗星补到后面去，这个补到后面去，啊，把它执行一下 ，OK， 看到了吗？哎，这边的话呢，就是用加号先代替空白，因为如果空白的话看不清楚哦，那最后你可以怎么再把这个加号改成空白 ，OK， 要把它执行看一下，嗯，这样的话哈，哎，看起来应该没问题，一个。那这边的话就会有12个空白 ,11 个空白，欸，越来越少。所以这边主要是利用13去减输出几个啦 ,OK 齁。看看更简单的方法，三行就解决齁。啊，另外的话如果你要让它颠倒的话很简单，其实其他底下这两行不用改，改这里就可以。记得好像改这边是3到 0, 然后呢逗点这边把它改成负1就 OK 了。输出好像就已经反过来，哦，反过来，来看一下，反过来 ，OK， 好，哦，这边也一样，一个、两个，哦，一直到最后这边是12个空白，好，哦，应该可以看懂了，好，哦，那其他的话当然还可以再做其他的变化，甚至你可以，不要做这样子，你可以做一个正三角形，有没有？正三角形，哎，有没有办法输出一个正三角形？好，哦，或者甚至之前还有个同学哈。哦可能太无聊了，还输出一棵圣诞树，圣诞树哦，一棵一个，然后底下那一个正方，可不可以？可以啊，只是说你要写好几个回圈，哦 ，OK 啊，主要就是练习啦，就是知道说回圈要怎么样叙述，让它跑出你要的那个样子，哦 ，OK 啊，这都是练功啦。如果你之前熟的话，以后你要跑那个回圈就比较不会打结了。因为其实哦，写程式里面最难的就回圈，为什么？因为一般人脑里面没有那种重复执行的概念，叫你跑个两三个你就头晕了哦。啊，当然这个却是电脑的最大的强项，你叫他跑100万次，他不啰嗦的，1000万次他也继续跑，而且是瞬间就跑完了。但是人脑不一样，人脑跑个几次就晕头转向了，哦，所以你就是懂得让他去做什么事情哦。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那个正向加上那个就是等等的啊，底下的话呢后面我们还会再来讲那个 while 回圈哦，所以 for 回圈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哦。啊，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加再来讲 while 回圈，那 while 回圈跟 for 回圈有什么差别哦，啊，待会讲一下哦。啊，有前面写过的东西其实如果你要再把它改成 while 回圈输入可不可以，也可以。只是说呢 ，for 回圈跟 while 回圈的特性不一样。for 回圈强调的是范围，但 while 回圈强调的是逻辑。当它什么情况下做底下的那一行程式，如果当
某些条件哈不存在的话，他就离开了回圈了。OK 哈，所以这部分的话哈，请各位试一下哈。所以化回圈相对的用的机会可能比较小一点点，因为大部分我们工作都是会有个范围性。那第二个的话呢，化回圈哈，它比较容易不受控制，因为如果你当你要跳离回圈，可是它却没有跳离回圈，就变成无穷回圈。那无穷回圈呢，没有跳出的一个地方，它就会不断跑到你程式当掉为止，所以写那个 while 回圈的时候要更小心一些些，因为 for 回圈至少它有一个跑的范围，但是 while 回圈没有范围，它是一个条件，当那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它就进到回圈，所以如果一直都是 true， 那它就不会跳离，不会跳离回圈意思就是说你的电脑会不断在去执行那一些程式不过如果说你是故意的比如说你希望你的那个程式不断去执行，比如什么不断去捞国外的某一些网站，每天或者每一段时间就去捞一下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写成while回圈，那它就是一段不断执行嘛，它不会间断嘛，反正你可以设一个时间点，比如说某多久时间去处理一次那个资料回来。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捞回来之后的话，你可以再设一个逻辑判断，当那个网站里面的某部分的数值，然后你可以搭你自己的公式，当某一个公式的结果是多少的时候可以给你发报，那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一直盯着啦。 OK， 那这样可以不止盯一个，你可以盯全世界几十个几百个几万个都没问题，反正电脑开着就可以了。好，那这也是目前我看蛮多分析师都在做的事情OK， 所以如果说你不懂得这些方法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比人家多的那个就是判断，你用人工绝对不可能胜任的话。好，试一下请各位试一下，就刚刚那个正向跟反向前面加空白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坏回圈部分那我们先在下课休息待会再来看